Hello，各位新加坡的伙伴们、爱豆美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全世界各地呢，马来西亚、新加坡各个地方的国家的爱豆美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柔佛新山的佐佐，你们也可以叫我 Jocelin。Hello everyone，I'm Jocelin。From Malaysia, Johor Bahru. Nice to meet you all in Zoom, Singapore Zoom meeting. Hope you guys will enjoy today's sharing and hope my sharing really will help everyone's building their business in Atomy. 那接下来呢，我的分享会用英文来做一个分享哦。大家晚上好。那我目前呢，在爱多美呢是爱多美的星光大师，也是领袖俱乐部成员之一。在我认识爱多美呢，这个月刚刚满5年。那在这个还没有认识爱多美之前哦，其实我也有过一些经历。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在还没有开始我的分享之前呢，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好不好？大家可以在这个 Zoom 的那个回答栏里面，可能可以回答我。那就是有没有人跟佐佐一样呢？就是在第一次接触爱多美，听到是直销公司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害怕呢？如果你们有觉得直销公司好像有点可怕哦，你们可不可以帮我打上一？有吗？哇，好像还蛮多人都跟我一样，对不对？就觉得听到直销公司，好像听起来就有一点点的可怕。为什么？因为哦，以前哦，还没有出社会之前，爸爸妈妈的年代呢，也有接触过很多的直销公司。那哦，人有三高，直销公司也有三高。哪三高？价位高，然后呢，责任额高，然后还有就是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不要做，入会费或配套费也很高，对不对？可是呢，爱多美呢，今天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它不止没有这三高，而且它是一个完全零门槛的公司。真的是一间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的公司。那今年我29岁。认识爱多美的时候是24岁，跟很多的90后一样哦，我就是中学毕业，然后呢，父母亲就说，哎，你去打个工，打个工过后再升学，然后看看你喜欢做什么，读什么，然后呢，就去做，就去读。所以其实当时候呢，我跟非常多的90后一样，就是也有经历这个过程哦。那我一开始呢，就到了这个新加坡，因为我住在柔佛新山呐，非常的靠近新加坡，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去到新加坡打工，也就是成为所谓的马劳啦，就是来来回回新加坡的。那这段时间呢，我非常的有感触，是当时候跟我一起在新加坡呢打工的朋友们哦，到目前为止呢，已经8个月没有回家了，因为这个 COVID-19 的关系，马来西亚的关口跟新加坡的关口都已经就是 lockdown 了很久，所以当时候的我其实也在新加坡做工，那为的就是那个1对3哦。坦白说，那打了工之后呢，我发现呢，我自己对这个甜点非常的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呢，我的梦想就是想要做一名甜点的厨师。那个时候我就在新加坡打工，想要说存点钱哦，就是在新加坡可以读书。可是呢，在一个因缘的机会下，我就有一个机会是可以进修到新加坡的这个技术学校。那我就在那边一边念书呢，一边打工。那我那时候呢就很幸运啦，就进到了酒店去做实习。进到了酒店之后呢，我觉得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靠近了。可是呢，当我进到酒店真正开始做工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我想得太单纯了，因为当时候18岁，我的梦想是做甜点厨师，可能只是做10粒蛋糕。可是进到酒店呢，一天是做100粒蛋糕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哎，原来梦想跟现实有一定的差距在。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每天过着什么 7-Eleven 的日子哦，每一个人看到我呢，都问我说：“哎，你是还在过 7-Eleven 的日子吗
为什么这样子问我呢？因为我一般来说是早上七点工作，然后呢晚上呢十一点才放工，然后本来可能就很白的我那段时间就是更加的白哦，因为完全是没有见到太阳的啊，太阳还没出来我就到公司了，那太阳呢下山过后月亮出来了我才回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很记得的是有一年呢就是圣诞节嘛，那为了完成一个工作，在酒店完成一个工作，我基本上三天没有回家。那三天我也只睡了可能不到三天加起来睡不到七个小时，那就是为了想要完成一个工作。那当然啦，那个时候呢我的室友哦一直打电话给我，甚至呢联系我的父母问我是不是失踪了，因为他已经三天没有看到我了。所以在酒店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哦，梦想跟现实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当然啦，也是离开了那个十八岁的时候，十九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圈圈里的就是我，大家看得到照片吗？大家看得到哈、哦？那个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贵人，他跟我说，哎，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都长得还蛮甜美的，那时候十多岁嘛，那有也蛮会讲话的，那你有没有试过想要做销售行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就到新加坡的一间珠宝行做这个门市销售，那也做了一段时间，做出一点成绩，存到一点钱啊。然后二十岁的那一年，我在新加坡已经待了大概两年半左右，快三年的时间，我就二十一岁那一年从珠宝行业里面出来了。因为我爸爸跟我说了一句，就是你不能一直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毕竟我的家乡是马来西亚，如果我一直待在新加坡，除非我以后就想留在新加坡，不然的话我会失去很多我原有的一个社交圈子，或者是呢我原有的一个人脉环境。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真的一直在想，我在想说呢，我继续留在这个新加坡的话呢，是不是真的是对的。哦，大家看到照片吗？不好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就是我当时候就是在珠宝行啦，这也是刚刚我说的，我就是当时候呢是在这个做厨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红色圈圈里面那个就是我了。所以那时候是还蛮小的，十八九岁的时候。所以做了珠宝行业之后呢，我就回到马来西亚，打算呢自己创业。那时候因为父亲呢也是就是在从事这个传统行业的，所以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先是跟着父亲做传统行业。可是说真的，就是90后可能都比较有想法，那跟爸爸的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呢，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融合的在一起，可能就是觉得我有自己的想法。那爸爸呢也非常的尊重我，所以他那时候就不断的鼓励我说呢，你不如去尝试看看能不能就是找到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刚刚好哈，是微商起步的阶段。那时候呢我中国的朋友呢在中国做微商做得非常的好，所以那时候他就很鼓励我，他说哎，不然这样子你来这边跟我一起学怎么去做这个微商，要不要？那时候我就也很开心，然后就跟他说好啊好啊，我就到这个中国去学习，然后呢带了一些这个微商的产品进来做售卖的动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起了微商，那一做没有想到就做了三四年的时间。所以当时候我在做微商的时候呢，其实我经历了非常多，也学习了非常多，我也在那个时候呢拥有了非常好的收入。基本上呢，如果是大节日啊，像圣诞节、新年啊，我们带的产品进来呢，都很受大家喜欢的时候啊，一个月呢大概六位数马币不是问题的。但是我那时候二十出头，对我来讲是一个我非常满意的收入。那经营了微商这段时间呢，也让我拥有了我人生中在马来西亚买的第一间 landed property。
那个时候，我其实对生活没有太大的要求，我就觉得年轻就应该要拼搏，也没有想过就是说我今天做的东西能不能被累积。可是那时候我就是日复一日，每天都在做。那时候呢，如果大家会听福建话的话呢，我有一个名称叫包干料小姐，就是包到晚什么都要做的。就是我自己要处理，可能像顾客下单、代理的订单，然后呢包货、出货，就是什么都要做。然后呢，就也有请就是小妹妹帮我抄单子、发货这样子，连售后服务我也是要做。所以其实那时候啊，真的是埋头苦读，埋头苦读是读书的时候。可是当我做微商的时候，真的是埋头苦做，就是每天都在包，但就像照片里面这样，就是。真的每天抬头就是一堆货的那一种，然后累积了很大量的存货，每一次为了拿便宜的东西就要囤很多的东西，去让这个产品价格更低，代理呢跟我自己可以有这个更好的这个利润。可是当做了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还好，从第三年开始哦，我真的是每每都会一闪而过的觉得这样的日子要不要继续下去，然后每天囤这么多货，赚钱看得到，可是全部都在货上面。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我非常的挣扎。那也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其实我遇到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非常事业心很重的我，然后就选择了结婚跟生小孩。所以那时候我就怀了我的大女儿。然后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很多 bad thing 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其实我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办法带给我一个很稳定的收入。那我就是算是就算讲是自己做生意哦，也属于手停口停，基本上我没有去顾进出货，我没有去顾仓库，交给工人做，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营业额的。所以当时候哦，我就一直在想，那以后孩子出生了，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精神去照顾孩子的时候，我还有没有同等的精神呢去照顾我的事业？所以哦，从本来一个月有几十千的收入呢，在我怀孕后期大概六七个月的时候，真的是我没有什么管，也没有什么去进行货的时候，跌到剩下可能剩下十千块或几千块的收入。所以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哦。原来呢，我做了那么多，所有东西呢都没有办法被累积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有没有东西是可以持之以恒累积起来的？可是那时候我并不认识，也并不知道什么叫被动式收入，那我只知道可能是做点投资之类的，可是因为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并没有很好的收获，所以我那时候呢就决定，在我怀孕七个多八个月的时候，在我生之前，我就收掉我的微商生意。当下呢，真的很多人都一直阻止我，包括我的家人。以前我做微商呢，他们觉得我不务正业，没有好好打工，然后呢就是搞了一堆包裹在家里这样子。可是当我做上来的时候呢，想放弃的时候，他们又是阻止我。所以那时候我决定收掉，我决定好好过我安逸的日子。那时候呢，我就收掉我的微商，回到我的这个本行，我就是去教补习。所以在这边呢，我就是教像小朋友啊，比较小的小朋友，我就说也蛮适合我当下的情况的。所以那时候我也想要去过一个安逸的日子。然后当下我会收掉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差价很好赚，但是好景不长。那时候呢，中国的很多的那些平台呢，都已经开始推出，就是拍立淘啊，就是你拍照就可以找到你想要买的东西。所以有很多顾客呢，他并不会接受我们售卖东西的时候拥有这个差价。那很多时候呢，当很 hot 了一个产品上来的时候，它又会变成这个滞销货，卖不出去啊。然后后期我决定收掉的时候，也是因为微商里面呢开始出现很多丢价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些种种，让我对这个微商事业非常的失望。其实是说真的，因为我在这边起家嘛，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做长久。可是我看到这个整个大环境哦，是真的是
不好的，所以我就决定收掉。那时候呢，其实我抱着一个很梦幻、对生活有憧憬的想法，就是23岁结婚生孩子，然后呢，我就在家里做贤妻良母。那时候真的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那其实我每次都会跟我们的伙伴们说，上帝哦，每一次呢给你关上一道门哦，他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所以就当我呢真的是很 enjoy 在做这我的贤妻良母的时候，那时候我女儿刚刚出世，还在很享受一个大女儿小宝宝的过程的时候呢，有一天哦，我的老公就是 Ted， 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来到我们家，然后这个朋友呢他很小，18岁就做直销了，然后我们都是很熟的朋友，所以他来我家的时候他就说，哎，要带点东西给我看，然后我就说，哎，一定又是什么直销公司的，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呀，你就买了嘛，意思就是支持一下这样。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抱着两个盒子来，那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呢？有没有人猜得到？两盒会让你变漂亮的东西哦，那就是我们的4件组和我们的6件组。所以那时候他拿来的时候呢，4件组就是还是最旧的包装 ，eye cream 还是33ml 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就拿到了4件组、6件组，他也不跟我说价钱，他就说，哎，你用看。我们是男生哦，我想要做这个牌子，我也没有看过那个牌子哦，就看到它上面写一个 Atomy， 然后我就说，哎，好，那我用看了，用了给你心得。那我就说我上网找，然后就找，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那些 YouTube 里面的那些视频哦，只有很简单的视频罢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学习怎么去做，然后哎，开始用，觉得哎还不错哎，然后就跟他说，哎还不错哎，可以。然后我妈妈也很喜欢，就想说再买多一套。然后呢，他就开始说，哎，你要买多一套啊？这样子的话哦，你跟我一起去一个 home party。然后我就说啊，我不要去，我叫我老公去。结果呢，有一天呢，隔了几天，就刚好我们的这个推荐人就是从吉隆坡下来新山，然后就说有一个 home party， 然后这个很好，这个朋友呢就 all the way 来载我老公，然后他们就一起去 home party。他们就去了 home party 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讲，哎，这个 home party 是免费的嘞，不用钱的。然后呢，我老公呢就带了一对好夫妻回来，就是我们的最佳拍档，我们爱多美牙刷牙膏，那只有一对哦。然后我老公就讲，哎，我的 brother 讲一定要你刷，然后说啊，这么特别，一定要我刷，好吧，我就去厕所就是刷了那个牙齿。然后我心里其实就是像我刚开头说的，就是直销有三高，所以呢，我就刷了牙出来，就说我就跟我老公说，哎，真的很好用哎，这个牙刷牙膏。然后他就讲，嗯，我是觉得你会觉得很好用，他就用这样的表情跟我讲。然后就我就问他，哎，这样多少钱？你可以买多几支回来吗？然后呢，他就露出一个有一点像预谋的表情，讲你猜看。然后呢，我就讲，想想是直销公司，一支小牙膏，一支牙刷，怎样都要一个30块吧，直销公司嘛。所以呢，我就说30块马币，大概就是可能10块钱新币左右。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不对，你再猜。然后我讲更贵还是更便宜？他说，嗯，便宜一点点。然后我就讲，哦，这样25块。然后他就讲再便宜，我讲20块。然后呢，他就讲再便宜一点。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两支呢大概10块钱马币，也就是可能才几块钱新币。然后我就跟他讲，真的假的，这么便宜，下次可以买多几支吗？然后我的先生呢 Ted 呢就跟我说，哦，不可以，一个人呢去这个 home party 只可以买一对，因为那时候马来西亚还没有爱多美，所以呢牙刷牙膏都很珍贵，一个人去 home party 只可以买一对。所以呢到了下一次之后，第二次的 home party，我就为了买牙刷牙膏哦，叫了两个朋友一起陪我去这个 home party。 那他们就是去只是为了帮我买这个牙刷牙膏，因为一个人只有一个 quota， 所以我就叫了两个人，我可以买到三对。然后结果呢，我带去的那两个朋友哦，听完了这个分享，看完了美容示范哦，比我还 hot， 我都听了觉得嗯很不错，
他们呢就马上跑去找我这个老公的好 brother， 问他这份事业要怎么经营哦。因为其中一位呢，他曾经在直销界是有过经验的，他一看到这个 marketing plan 呢，他就觉得哇，这份事业一定可以做。但是当时候其实我看的不是很懂，因为呢，如果有听过我的故事的人都知道呢，左左听这个 marketing plan 是半年后才懂的，那前面我只会买产品用罢了。所以那时候就因为这一个人呢，这一位伙伴他真的很想要经营，他已经很积极开始就是不断的开始找人啊，邀约啊，开始就是约时间去做 home party。 所以那时候呢，其实哦，我就是这样子傻傻的，然后呢这个 brother 就跟我老公讲，哎，你这个朋友要做，哎，这样之后呢就是你的伙伴了，是你的下线，所以呢他如果做home party你一起来啦。然后呢当时候因为我是当时候在 enjoy 贤妻良母的过程，所以我是很得空，所以我就讲好好我去啊，那我也用到爱多美的那个保养品跟美容产品有心得，我可以去那边帮他做美容示范，做半边脸的。然后就这样子傻傻傻傻的开始，然后跟人家讲讲到那个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一讲到 marketing plan 我就缩回头了，我就不敢出声了。我说哦，你要了解制度要赚钱哈，来来来你听他讲，就开始拉我的先生，我先生的好 brother 这样子，就让他们去讲，我就飘走了。所以当时候其实我是这样子开始的，也没有说一开始就很想要经营，就是只是觉得产品很好用，然后呢价钱很便宜，然后是我可以负担的。那我觉得当时候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刚刚进入家庭主妇这个行业的人，我也可以接受的价格的话，那大部分的朋友呢都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我当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所以当时候我非常感谢我这位推荐人呢，就这样子傻傻的带着我做，然后呢也真的傻傻的帮我讲了几百场的这个 marketing plan。 所以我每一次都跟伙伴们说呢，真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因为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什么都不会的，而且我的 marketing plan 的那几粒圈圈哦，我真的呢是半年后才知道那三粒圈圈什么一万分啊，三百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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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样来怎么样做的。我真的是从认识他是2015年9月，我到隔一年的3月我才搞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所以我真的是用了很久的时间去学这个东西，但是呢真的就是不怕慢只怕站哦，大家一定要开始去做。所以当我和我的先生呢遇到爱多美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哦是真的没有概念的。我们当时候很年轻，我24岁，我的先生25岁。我们的朋友圈们我们是最早结婚的，所以大家都没有组织家庭，所以你跟他们讲消费的事业，他们会跟你觉得跟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家里的日常用品可能就不是由他们去做购买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分享啦，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慢慢有了想要的决心。当时候呢我还记得我先生呢就是去听了一场 marketing plan， 就是我们的奖励制度的分享。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三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一直在听一只鸭子讲话。如果呢你们有去 YouTube 找过爱多美奖励制度的话，就会知道我们以前呢有一个是小小只的天鹅，然后呢在那边呢讲 marketing plan 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的。所以他就一直听这个鸭子讲话哦，然后就开始看他看两个 uncle 的 video， 每天都在看，上厕所也在看，孩子睡觉之后也在看，然后呢冲凉的时候也要看哦。你们知道那两个 uncle 是谁吗？那两个 uncle 就是我们的普安吉老板跟李胜元博士。所以那时候我就问我先生，哎，你为什么每天看这两个昂哥的东西？然后讲那个韩文你听得懂没？他讲听不懂，我看那个下面的 subtitle 下面的华语字幕。我讲哦 OK OK 这样你看。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开始，可是我的先生呢他真的是非常疯狂的开始，他就不断的跟人家分享。可是哦，在认识爱多美之前呢，我的先生呢他有一个外号叫嗯啊哦。你们知道什么是嗯啊哦吗？就是呢你跟他讲话他只会回答你嗯啊哦，就三个字罢了。所以那时候呢他开始分享爱多美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对他来讲是非常的惊讶的，因为他很少跟人家讲这么多话，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哇，他真的是很要这份事业，因为他是这么这么的这个要这个行业，要这个事业。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哎，好啦，那我就跟他一起来试试看做这个行业。
所以当时候我们两个人因为什么都不会，然后也很年轻，别人呢都已经开始带人去上活动啊，去出席 home party， 去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还是两个人的，我们就 all the way 都是两个人，你带我跟我带你，然后我们就想，哎呀，别人很厉害耶，为什么都可以邀约到这么多的伙伴，为什么都有过一些直销的经验啊，然后他们都很厉害做邀约，为什么我们都约不到人？可是那时候呢，我的推荐人就跟我说，不要紧的，我们只要坚持，一定会看到改变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是听懂四个字叫每会必到，每一场活动哦，我们都尽量的去参与。像新山呢，活动大概是可能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两个礼拜一次，然后其他的时间可能在其他地方，我们就好像追明星一样，然后呢就会驾车呢去到我们刚好那天有办 home party 的地方呢，去听 home party， 去听他们去怎么，就是我们的上线们是怎么做分享。所以那时候哦，不管是新山啊、吉隆坡啊、马六甲啊，有分享会我们都尽量去听，然后就带着一本小本本，然后就一直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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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记。所以那时候呢，我有两个呢非常崇拜的这个艺人哦，跟这个艺术家，你们知道是谁吗？这就是我最崇拜也影响我最多的两位伟人。这两位伟人呢叫做就是台湾的戏剧谐星蒋光超，还有我们这个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是我影响我很多的人吗？因为呢蒋光超哦，就是台上的讲师讲我光超我都在抄，然后呢贝多芬反正抄了什么背起来，背多了就可以拿分的意思。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真的就是这样子每天蒋光超贝多芬，然后坚持每会必到。然后而且那时候我很坚信的是，我不只是要学听，我来参与活动我不只是只是为了听，我也不是只是为了带人来听，而是我要学会讲，我要学会出去外面跟人家分享。那时候我还记得呢，我有一位大家长，他非常厉害讲的产品，我每一次听完他讲那个产品，即使我已经在用的时候，即使我都已经在用那个产品，我还是很想再买一套。那时候我就问他，哇，你怎样拥有这样子的一个魅力，我也想要。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学到像你这样。他就跟我讲，你多讲，因为呢熟能生巧。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不断不断的学，他每一堂课呢我都偷偷录起来，然后呢不管是在车上啊，在洗澡的时候啊，任何我只要是我单独我可以有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就会开这个录音然后学他讲。然后呢慢慢慢慢呢就自己开始去办小小的 home party， 五个人的十个人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呢其实说真的啦，我不是很厉害讲的，只是学，我就是完全是模仿他。我的 home party 呢就是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这里，然后听我们的这个韩国 online shopping mall 的分享，然后呢他在哪里呢讲笑话，然后或者是哪里哈哈哈，基本上我都跟他一模一样。所以我其实一开始看到爱多美的时候呢，有一个东西是很吸引我的，就是复制跟倍增。那时候呢我记得呢李胜元博士跟黄杰老板很多 video 我都有看，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呢就是复制跟倍增。爱多美是很简单的行业，任何人都可以做，不需要任何条件，不用学历，什么都不用，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学历嘛，我就是在新加坡读了一个技术学校，然后就出来社会打工了。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纯粹只是喜欢产品，然后呢我就一直讲。其实我每次都跟伙伴们说，如果你觉得台上的讲师很厉害讲的话，你就要听，听了然后呢要记得，不记得就再听，像听歌一样，你听久了你一定会哼会唱。所以你就认认真真的去体验那个产品，然后认认真真的把自己生活化的感受讲出来就好了。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候呢有一位台湾的这个领袖呢来到马来西亚去做分享，分享他在做了 home party 之后呢，哇真的那一天好多人啊，我就私底下跟他聊了两句，我就问他，好，我要怎么样哦才可以在爱多美很快的成功。当然相信很多人呢进来爱多美的时候都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让自己在爱多美成功的速度再快一点，对不对？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讲，第一呢你一定要体验产品，而且是认认真真的体验产品。我就说怎样才叫认认真真的体验，他
他就跟我讲，那你今天用了爱多美的牙刷用了那么久，你有没有用过用回你以前的牙刷跟牙膏？然后我讲没有，然后他就说今晚你回家你试试看用这个牙刷牙膏，你旧的，你以前的，不是爱多美的。然后当天呢，我回家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就去拿我以前的牙刷牙膏的来试试看。那个当下我真的发现，这是什么牙刷？感觉呢非常的硬，然后呢那个牙膏的味道也很奇怪。那我们都已经很习惯我们爱多美的那个黄金纳米粉末的牙刷，还有我们的蜂胶牙膏了，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有差，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比就真的差别好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哇，真的哎，真的是用心体验产品很重要。隔一天早上哦，我刚好又是跟他一起吃早餐，我就跟他说，我体验了，我知道差别了，我 get 到你了，你知道吗？我 get 到了。所以那时候呢，我就问他，这样第一我做到了，第二是什么？他讲第二，我就每次很喜欢讲，嘿，大哥大哥，你好厉害，讲哦，真的好厉害，很崇拜你这样。他就说第二，你觉得谁很厉害讲？你只要呢变得跟他一样厉害讲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呢就是可以说服你呢，你就像他一样说服你自己，你就会成功了。所以那一天过后呢，我真的是呢开始呢练习对着镜子讲 home body 啊，就是如果我觉得镜子里面的我都被我自己说服的时候，大家都会被我说服。然后呢不只是练习哦，我也出去找人练，不管是见到谁呢我都跟他讲。所以那时候其实无头苍蝇的我听到这个真的很兴奋哦，因为至少这是一个过程我可以去做的事情。因为当时候真的我没有人脉，所以那时候当我做了这件事情过后呢，我就开始大量的去做分享。我每一天呢都 set target 给自己，我每天要跟五个人讲爱多美，每一天都五个人，然后不管这个人是谁。所以那时候讲到没有人可以讲了，我就讲我用 Facebook 啊，我用这个 inbox 人家，哎，你好，你是在绝壁的吗？有没有机会请你喝茶？或者是呢，我上 KL 的时候呢，我就会在 Facebook post， 哎，我在 KL， 有没有人要喝茶？这样子，然后就找一些可能以前的朋友出来呀，同事出来呀，聊聊天，喝喝茶。可是呢，还蛮sad的是，我前面讲的50个人、100个人，其实都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我。所以，好像在其实，在今天分享之前啊，爱多美新加坡呢，职员很可爱，他有发了几个问题给我，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怎么面对就是这个拒绝啊，或者是一些人不去认同的。我每一次都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哦，吃面是不用外面的，对不对？大家认同吗？一开始我分享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拿一架 iPad 哦，就从第一面开始讲到最后一面的奖励制度。我相信听的人没有听懂，那我也不懂我讲什么的，所以前面那50、100个人真的是通通都被讲死掉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分享，我也不管对方要不要听不听，因为我当时候的想法就是不管他要不要听哦，我都一定要讲，因为听不听是他的选择，可是讲不讲是我的决定。所以我就是不停的讲，不停的讲。然后一开始我真的是不会讲，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可是我就是100%的去复制我可以讲的东西，我就是一直的去练习。然后到后来呢，我真的是见人就讲啊，不管怎样，我就是分享几个重点罢了。爱多美24小时不打烊的超市啦，不需要会员费，然后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绝对有保证的那个价格跟品质。然后呢，只是要去做分享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超市门庭落实了。所以头头哦，讲真的，10个20个哦，一直讲哦，都是乱讲的，不知道自己讲什么的。所以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的只是学习跟练习。就像现在很多新的伙伴呢，他们加入爱多美嘛，尤其是这个 COVID-19 期间呢，很多人就是失去原本的工作，或者是工作受到影响，他们都想要去帮自己找一份被动式的收入。那在爱多美的里面呢，我每次都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你跟人家分享产品，他要试用，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呢好品质低价格谁不要，对不对？可是如果当你在分享事业的时候，就会有些人可能非常的兴奋想要经营了，可是也会有人呢可能就不想知道，不想了解。那一定会有的，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的。因为其实
爱多美呢就很像一副扑克牌一样，经营爱多美在分享过程就很像一副扑克牌，50几张牌里面呢一定会有4张 A 4张 K 4张 Q 4张 J， 也会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分享爱多美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翻牌，翻到呢你的那张 K 跟 A 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对的人出现了，所以错的人呢遇到了没有关系的，它都是我们一个过程中的经历，那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做好准备就好了。所以我会跟很多人讲，为什么我会讲死这么多人哦？前面50、100个人我每天都打给我的推荐人讲，哎呦今天我讲那个人哦，他又没有要，又不要听我讲了，他就觉得对这个事业没有兴趣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推荐人就是跟我讲，不要紧你就 next， 不要紧你就 next 这样子，所以我就一直 next next next。 然后我发现哦，讲到第51个人的时候我突然会讲了，当他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是会回答的，可是前面的人可能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这个我也是不懂嘞，我只是这样罢了，所以那时候可能对方对我也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可能他们也觉得哎，你都没有很会也没有很了解，那可能我也没有很想要知道这生意啊这样子。可是真的就是当对的人出现的时候你做好准备就是最重要的，那前面多练习都没关系。所以当时候哦我就很时常开玩笑的讲，哎呀不要紧啦，因为讲话呢是不用花钱的，也不用花力气的，因为我们呢脸上有一个器官是很可爱的，你只要给它水喝就可以一直用了，就是我们的嘴巴。所以如果今天哦你想要你的爱多美超市呢每一天呢都生意很好很好的话呢，其实哦就是要打开嘴巴，然后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外面的 shopping mall 10点开门 10点关门，对不对啊？所以呢外面的 shopping mall 关门的时候爱多美 shopping mall 有没有开？还是照开，因为我们是24小时不打烊的，对不对？24小时都没有关店的。今天你睡觉了，别的地方呢是白天，像美国就跟我们昼夜颠倒的，他打开 application 只要是注册在你下面的，他你在睡觉哦，他买东西你都有 PV， 都有这样子一个累积的分数，都有机会拿对方奖励，这样子的事业真的是连睡觉都在赚钱的生意。所以我每次都跟人家讲我们24小时不打烊，可是呢只有一个方式，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不要让你的超市呢门庭若市，要不要让你的超市很多人知道，那要怎样让我们的这个超市让很多很多人知道呢？就是我们的嘴巴一定要打开，一定要去跟人家分享。当你的嘴巴开，你的 online shopping mall 就开了；你的嘴巴关，你的 online shopping mall 就关了。所以如果你的嘴巴一直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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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online shopping mall 生意一定会很好的。所以当时候我就是抱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去做分享，去跟人家讲，我也不管对方就是要不要或接不接受。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吃面是不用卖面的，今天呢有一个人吃了20几年的面，他可能都没有想要去开一个面摊自己卖面，他就是很喜欢吃 Uncle A 卖的面，那他就永远去找 Uncle A 买面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呢当然在这我们卖面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鼓励大家来看看，哎，我这一摊卖的面特别好吃，而且呢又是绝对高品质绝对低价格的，你要不要来看一下？而且呢人哦可以不用每天吃面的，还可以吃一下饭吃一下粥，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每天要不要刷牙？要啊。那我们爱多美的 shopping mall 就是卖什么？卖牙刷牙膏，卖我们日常用品嘛。像这lockdown 期间大家可以不出门买其他的extra 开销的东西，可是呢一定还是要买的是日常用品，对不对？所以爱多美真的就是一个不管在任何时候呢大家都需要的这个日常用品的行业，也是全球的人都会用到的日常用品。所以爱多美呢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快呢可以去通过它的这个网络行销呢去开拓你的组织的。那从当时候哦我们呢就是两夫妻哦，算是一个人啊，从一个人呢慢慢慢慢慢慢的走，其实复制倍增的力量是非常的大的。然后我每次都说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哦真的是一个需要去经历的过程，然后呢也是要去
改变自己的过程，因为今天呢，可能不会马上你分享，就会马上被人家所接受，因为每一个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一种米养百种人嘛。只要你坚持去一直不断的去做分享，其实说真的，一定会遇到对的人。那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慢慢累积了一定的这个伙伴。从当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去跟他们去一起拼搏，到现在有了一大班拼搏的这个伙伴。然后我也是跟他们讲一样的东西，因为可能我的伙伴大多数都比较年轻，可能大概占80%吧，都是比较年轻一般的，可能大概80后啊90后这样子。那可能另外30%到40%是比较年长的，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跟比较年轻的伙伴们说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成功的楷模。你觉得哪一个人是最适合你的方式的，你就模仿他，学习他，努力做得更好，就是一个复制的力量罢了。很像我自己，我就是复制我的推荐人，一位女士上线，她真的就是很厉害分享产品。那我的先生呢，他其实比较不厉害讲话，然后不是那种多话的人，然后也比较怕上舞台呀、镜头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就互补。那他就做可能像分享事业的部分啊，然后跟人家做 table talk 啊，坐下来慢慢讲啊，这样子是他的优势。所以我们就去做我们比较舒服的方式，在一开始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带领伙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很坚持的，就是成为他们成功的楷模，然后做更好的自己。我们一开始真的呢是办 home party， 因为成功过程就是学习嘛，去 home party 嘛，然后自己办 home party 嘛，带人办 home party 嘛，帮人办 home party， 对不对？都是在做 home party 的。所以呢，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位领袖曾经讲过 ，home party home party party 三拜马蒂，就是呢你不断的做这个分享呢，直到精疲力尽了都还是做这个分享。所以那时候真的，我们第一次办 home party 只有几个人，只有两个人来。我们当天呢，主办的人4个，我先生，我还有两位上线，可是来的人只有2个。我们当天呢，真的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然后也请了我们的推荐人一起来做分享。来的人只有两个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错愕，可是很感恩当初的我们并没有放弃。不然呢就没有今天的我们了，因为当时候其实看着很多伙伴啊，都从爱多美马来西亚没有开业的时候一起去经营的，可是都有很多就是等不完，他们等不到。那时候我还记得呢，就是我们有去到这个韩国去考察公司，然后呢普安吉老板刚好有在，还是旧公司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刚好进来，然后我们就跟他聊天，然后就是用翻译员嘛，我们就一直问他马来西亚什么时候会开。那时候他就跟我们的上线讲了几个字，至今我都很记得，就是爱多美呢，它是一个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事业，那呢它都值得所有的国家去等待、忍耐跟守候，就是说让我们再耐心的等一等，然后忍耐一下自己很急的心，然后去守候这份事业。那时候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爱多美呢，我认定它了，就是不管怎样我都一定要做这份行业，不管它几时开我都等它来。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拿着两大袋的产品哦，就是不断的去做分享，就会有像现在这样子，你们看得到吗？照片里面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做分享，不管哪里我们都去，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我们就去分享。然后到时候真的你看在你可能可以看到吗，就是下面有一张照片像是一个厨房这样子的，那个是人家家的后面的一个厨房，他就讲哎，可以，我就安排了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十几个人这样，大家不够坐还可以站住，就开了一张桌子就在那边开始讲了，那是人家的后面厨房后面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马来伙伴的家，大家打开草席席地而坐，然后就开始讲 home party。 然后甚至是呢为了做 home party 哦，我是新山人哦，
我是没有什么去过东马的，可能东马我最多去过古晋啊，就是旅游的那种。可是呢，因为爱多美呢，我把这个沙拉旺哦从头走到尾了啊，从这个古晋西部、滨都路、米利全部都去过了，就这样子地理变得很好，真的是哪里有人就去哪里。然后我去到那个地方之前呢，我们就是找那边的朋友，有朋友在那边就问他，哎，你有空吗？我都怎么什么什么时候会刚好在那边，你要不要 meet 我一下？就这样子就去跟他分享，然后呢，做这个微信的分享，一直在微信上面讲微课堂啊，一直分享分享啊，每天定时定点的去做分享，所以。那时候呢，我只是想着我坐这等哦，人是不会来的，因为如果你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里面，人是不会出现的。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跟我先生的想法就是，我们一定要行动，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所以只要哪里有人，我们就去哪里。从开始是我们主动联系，到我们开始有些伙伴了，然后我们就会开一个群组，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放在里面，可能刚好我们有去到怡保。然后呢，我们在怡保回来新山的过程中，可能会经过的一些地方呢，他们就去那边邀约伙伴。只要呢，他们那边呢可以 group 到三四个人、四五个人，我们就会停个点。可能我们就是早上从怡保出发，中午就停在这个吉隆坡，然后就停塞伦半，然后就停马六甲，再回来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停，然后不断的见人、见人、见人、见人这样子。所以。当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想到要获得什么回报，我们当时候想到的东西就是，我们只要不断的讲，一定会遇到对的人。所以当时候呢，我真的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去做分享。所以那时候，我遇到了因为改变我很多的伙伴。其实，在经营爱多美之前呢，我不是一个很有历练的人，毕竟很年轻。我24岁遇到爱多美的时候，其实人生历练也没有很多。可能这边在座在听的很多的伙伴们呢，都是前辈，然后给你们多多学习。所以呢，那时候我真的遇到一位改变我生命跟改变我对爱多美的一个观点跟。心态思维的伙伴，我第一次去到怡保是因为他。当时候呢，我去那边呢，就是因为他跟我讲，他找了10个人，都很想听爱多美的事业。然后呢，他就问我，可不可以去那边做 home party？当时候我非常的惊讶的原因，是因为呢，他是打电话给我的。大家知道吗？其实微信、WhatsApp 已经普遍很多年了，所以一般来说，不是很认识的人，一般都会讲是 WhatsApp 你，或者是WeChat 你。可是他并没有，他就是拿到了我的电话之后呢，他就请他的直属上线打电话给我，就是跟我讲哦，他很想要经营，然后呢，想要见我一面，然后问我能不能去怡保跟他的朋友，还有他就是分享这份事业。所以他是，然后他我就说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他讲可是还是打给你 OK 吗？我讲 OK 啊，OK 啊，OK 啊。然后他就打给我了。我一接到电话的时候呢，我非常惊讶，电话里面那一头的是声音听起来，是一个年纪还比较大一点的安迪，然后。我就也没有见过他的面，也没有看过照片，我就讲好啊，听起来声音非常的亲切。然后我就跟他讲，这样子到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你可以给我们地址吗？这样附近有没有住的地方？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就有一点担心。他说哦，不要紧，他很热情哦，他就说不要紧，我帮你安排了，安排了住的地方了。然后呢，你来这边，你来2天可以吗？第三天你回，然后呢，我会准备好吃跟住给你。然后我心里就想，哇，应该可能是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或者是没有附近是没有什么酒店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也人生地不熟，我们就去了怡保。然后怡保，我就上谷歌找怡保，就是有什么二奶巷啊，很多那种古迹景点。结果吼，我跟我先生开了大概7个多小时的车，到了怡保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路啊？大概走了1个小时左右吧，都是那种工厂啊、工业区啊、稻田啊这样子。然后呢，就一直试那个地址，也没有办法，真的是去到一个很指定的指标里面。我们就打电话回去给那个伙伴，他就讲哦，我就问他，你可以 send location 给我吗？然后他就讲，location 啊。
不可以嘞，不可以。我就跟他讲，他为什么不会 send location 给我？然后来他就讲，不要紧，我想想办法。挂了电话之后呢，他就用另外一个号码打给我，是他的朋友的女儿的号码，就打来给我。那个电话里面呢，就跟我讲，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他就讲，我现在用 location 给你啊。我讲，哦 ，OK， 谢谢你。他现在有 location 过后呢，我们就顺利的抵达那个要分享的地点。可是我们再次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呢，我们看到我们要分享的地方哦，他的家旁边就是一个养鸡的鸡圈，就是一个养鸡的地方。然后我们两个就两夫妻，我们就这样互相对望了一下，啊，他也望住我，我也望住他，后来就出现了刚刚那个在人家后面厨房做 home party 的照片啊，就是这边这个照片。所以那个时候哦，讲真的，我当下有点尴尬，也有一点难为情，因为毕竟在经营爱多美之前，可能我并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然后父母亲给的生活也还不错，然后那时候当下真的就觉得我真的要在人家后面的厨房去做这个分享嘛，我就跟阿泰把行李放下来了之后，就还是住在这个鸡圈的家里面，他准备了一个房间，整理得很干净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放下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准备等下分享的东西，也没有想多。然后就结束过后，结果我就真正去，就这个伙伴这个安迪，他就很热情，他讲啊，我带你去吃饭，我准备了，我们去一个朋友的店吃东西。我们就去到那边的时候坐下来哦，你们知道我看到什么一幕吗？那年已经是2016年了，大家应该都是用这种智慧型手机，就是 touch screen 的电话，对吗？可是我坐在我对面的那位伙伴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不可以给我 location 了，因为呢，他在用的电话是很像 就是有那种 keypad 这样子的，那种3310，就是它上面是按键的，就是有12345678910米跟 star， 然后荧幕是只有这样小个的那种。我当时候就有点惊讶啊，我讲，哎，小青，我就问他，哎，你的电话是这家，你没有别家哈？他讲没有啊，就是这样呀，我不用 touch screen 的电话。他讲我儿子买了下给我，是我用了很久我都不会用，然后我就放在家里没有用了，还是用这样子的舒服。我相信大部分比较年长的长辈都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像毕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是到这几年呢才开始用这个touch screen 的电话的，所以当时候呢，我看到他的电话是长这样的时候，我心里就倒抽一口气，好，这是一趟遥远的路。然后呢，我就开始跟他讲，你一定要用 touch screen 的电话，我就叫他把这个家里儿子买给他的电话拿出来，就真的是一步一步教他做。公司开业那一天哦，他的儿子就从 KL 就拿了一架电脑回来给他。我很感动的是呢，一个 Andy 哦是用 keypad 电话的，电脑也不大会按 ，A 到 Z 会看 ，A 到 Z 拼起来不会看的 Andy， 他竟然呢自己独立的注册了大概50几个会员，完全是我没有帮忙的，左右线自己排好好。然后呢，我就讲好，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东西要注册，就3天过后我上去医保，任何问题我上去再解决，所以我们就搞定了。我们新山这边所有的伙伴全部弄好了，我就去医保了。基本上那个时候开始，医保就是我的第二个家，一个月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都在医保，所以我就去到那边，我看到他们是怎么做注册会员，就是拿几张 A4 纸哦。然后呢，就叫其中一个伙伴的女儿，就是我教那个女儿怎么注册。他们就在那个女儿打开那个页面的时候，把那个页面上面的东西画在那个纸上。然后呢，按这个的时候就在旁边写一个一，按那个就写一个二，然后按那个就三，然后页面换了就画多一张纸，然后在那个页面上面写上下一个要做的动作。所以当时候哦，我真的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不愿意做的人。他一个老人家都愿意为了爱多美去改变他原本的生活状态，从一个 A 到 Z 看不懂的人都可以去为了爱多美去学习去努力，一个不会用 touch screen 的人电话太小架了，然后呢为了做爱多美买一个大架一点的 tab 在那边按在那边学，他们会注册了不会买东西。我真的当时候呢去怡保住这么多天，前面的3-4天呢都只做同一件事情，就是用电脑
接了我们的这个screen 那个投影机，然后呢就在上面教他们一步一步怎么买东西，真的是一步一步教。来，大家现在开始按 login， 然后打你的 ID， 大家有 ID 吗？没有 ID 还要找给他们，然后呢就开始 key 密码，然后 login 了之后呢就开始教他们讲进 shopping mall 讲买东西，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做。可是呢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当我做了这件事情连续做了几个月，每一个月都上去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教他们怎么去做 online shopping 罢了。三个月过后我上去的时候，他们发现排行程给我的时候，哎，没有教这个东西了耶，我就很惊讶，我讲，哎，不用我帮忙教了哈，大家会买啊，他会有咯，我们几个安迪都学会了。那时候我就看到一幕哦，在一个伙伴的家，几个安迪面对面家旁边也做一个安迪，或者是面对面做一个安迪，然后就拿一个电话还是一个 iPad 还是一家电脑随便拿，儿子女儿的电脑全部都被搬来了，就在那边教对面的安迪，你看你要按这个，你看你要按这个，你看你按这个按这个按这个，噜买到了。当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惊讶，这个就是复制倍增的力量，在最微小的事情中，他们让我看到了，只要你愿意学习，不管任何人都做得到，不管任何事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去完成的。从他们自己不会到他们学会了，他们去教更多的安迪安迪，这个东西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的，也是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爱多美帮助他们成功。那也真的很开心的是呢，就在2018年的时候，他顺利成为我们爱多美的销售大使。那他成功踏进爱多美成功系统的第一步，那也在很快的时间内他成为了自动型的销售大使，一个月呢拥有马币10000块的收入。对于一个50多岁的安迪来讲，一个月10000是非常足够的。他就开始不断的去帮助伙伴啊，去帮下线，然后呢也在这今年的7月份呢，他成为了钻石大使。在他成为钻石大使之后呢，他为自己设下目标了，他要帮助他团队里面的伙伴们呢成为自动型钻石大使，培养更多的钻石大使。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这个 A 到 Z 哦，以前哦是 A 到 Z 认得， A 到 Z 聘起来不认得的人哦，到今天呢已经可以呢独立的去做一个带团队的动作，他真的是非常努力的一位伙伴。所以我很想跟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不管你现在站在什么位置，就算可能你没有他这样惨，是用他那个113的那个按键的那个手机，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状态，想表达是那一个现状，那一个状况。可能你现在在很多不同的状况里面，但是不要紧的，在爱多美只要你坚持就会有收获，只要你努力，在爱多美你付出的努力每一份都会被累积起来的。如果爱多美的努力呢不会被累积的话，那呢在新加坡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领袖俱乐部成员，皇家领袖俱乐部成员，甚至是新晋升的这个 Crown Leader Club 的成员。那韩国呢这么多的银发族都可以在爱多美呢成功，真的不要想太多，分享就对了。 OK， 那在分享的过程中不要太在意自己讲的对或讲的错，就很像普韩吉老板曾经有一个影片里面我非常的记得的，就是他说呢，当时候他在经营这份事业的时候，有一个安迪就跟他附近的一个小伙子分享，他就跟那个小伙子说那个韩国的 核工厂做的那个护肤品非常的好用，我就在做这个行业，你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可是这个小伙子就不相信他，结果呢这个阿嬷就一气之下打电话给谁，打电话给普安吉老板。普安吉老板一把电话接过来的时候呢，那个小伙子就问普安吉老板，哎 CEO 我想问一下你哦，这个安迪哦，这个阿嬷跟我讲，就是这个是 核工厂做出来的护肤产品是不是啊？普安吉老板讲，不是核工厂，是原子力原酒院。所以呢当时候呢这个小伙子就说，哦，原子力原酒院，这样子我就知道，我就明白了。所以呢当时候呢这个安迪只是无意间的分享，可是今天的这一个
打这个讲这个核工厂的这个人呢，都已经在爱多美成功了，而跟被他分享乱乱分享呢，都有了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小伙子现在呢，也在爱多美又有很好的成绩哦。这个普兰吉老板所讲的这个故事呢，影响我非常深。所以以前呢，说真的，我对保健产品的知识并不是很好的，可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去做分享，不断的去讲，讲多你就明白了。你收到问题你就去问，只要这样子呢，就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经历挫折经历失败是很正常的，真的非常正常的，就很像骑脚踏车一样，没有磕磕碰碰哦，膝盖没有撞出几个伤口流流血，讲真的是不会学会骑脚踏车的，大家说对不对？那就是因为呢有磕磕碰碰哦，那之后呢真的一辈子都会记得怎么骑脚踏车。所以我每一次都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要在爱多美成功，不要害怕被拒绝，然后呢要勇于编织自己的梦想，这个是我一直都很坚持的。那每一次呢我都会跟伙伴们分享的是，哎，今天呢你一定要在爱多美呢去问自己三个问题。那我希望呢在看这Zoom 的伙伴们呢，你们也可以好好认认真真的去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哦。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为自己设定目标了吗？如果今天你决定经营爱多美，你有没有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如果你已经有为自己设定目标的，能不能在 Zoom 的旁边呢打上一个一，让我知道，让你的伙伴们你自己知道你已经为自己设定了目标，有的话来打上一。哇，很多伙伴呢都有为自己设定目标，非常的棒，给你们一个掌声，真的很棒。因为在爱多美成功的第一步就是要为自己设定目标。那如果你已经设定目标的话，你有没有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它？什么叫完成它？今天目标我知道了，可能我知道我自己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会员，我知道我自己呢在2021年3月份要成为销售大师，那你有没有下定决心完成它？有下定决心完成它，也一定要完成你现在所设定好的目标的，来打上2，有没有？打上一个2，一定要完成的，来伙伴们打上2。哇，很棒很棒，大家都有下定决心了，对不对？一定要完成你的目标了，对不对？那你一定要知道往后去推算你的这个目标要怎么去完成。如果今年是2020年，现在是9月份，我要在2021年成为销售大师的话，往后推算我还有半年的时间，那这半年我应该要做什么？我应该要怎样去经营？我应该要多多看什么？多多看呢不同的讲师分享 Auto Sales Master 自动型销售大师的这个课题，然后呢找到一个适合我的方法来去做到分享的这个动作。我要怎么去做分享？我要做多少的分享？我的分享是不是要达到一定的效果？那我要怎样做到这个目标？很多人呢都有为自己设定目标，但是却没有下定决心完成它。所以有很多人在爱多美的过程中呢没有办法走到最后。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已经帮自己设定好目标了，你也下定决心要完成它的话呢，你一定要往后去推算你要做一些什么走到这个目标。这个就是呢我常常说的，一定要做组织的检讨，一定要不断的检讨自己的组织，然后呢检讨自己的每一份行动是不是呢都迈向自己的目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你的成功为了谁？大家能不能跟左左分享你的成功是为了谁呢？能不能在旁边打上你的成功是为了谁呢？为了自己，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父母，还是为了你很爱的另一半？你们是为了谁呢？为了自己的将来，非常好，为了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其实呢我每一次都说帮自己设定目标，一定有下定决心完成它，一定需要一份很好很好的动力。而刚刚呢大家打下来的呢就是大家的动力所在。我每次都说被逼到极致的人一定会成功，因为呢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失去了，他们只有奋力一搏。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为自己成功是为了什么而去努力的，
如果今天你的动力是非常大的话，你当下面对的任何的问题跟任何的这个障碍，你都会勇敢的突破它。因为呢，当你知道你的目标很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比较小。所以什么东西是，那我也看了大家的这个分享嘛，那影响佐佐跟佐佐去努力想要去在爱多美成功是为了谁呢？当然呢，就跟大家也很类似的，就是为了我的家人，我的挚爱，我的另一半。那这边呢，最旁边的这位帅气的就是我的先生 Mr. Ted， 也是星光大使，他也是我们的先生。如果有看过他讲成功之路的时候，他介绍自己也是介绍自己是因为他以前呢都是讲话九三个字罢了，所以他是我一个去努力的动力。因为曾经的我们呢都是技术行业的，那刚刚我前面也讲到我是一个烘焙的甜点厨师嘛，那他本身也是一个厨师，他在新加坡呢也是做这个饮食业的，那他是中西餐的厨师，那他的工作呢属于高危险群。我还记得当时候他决定离开这份工作的时候，是因为在一个工作意外的时候，他被热油，很热很热的油，就很像淋那个北京烤鸭这样淋在他的手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个行业太危险了，然后可能也不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那时候他离开了。那他就回到父母亲的这个杂货店打工，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他每一天醒来去工作跟放工回来都不是快乐的，因为那个并不是他想要过的生活，而是还有可能是他非常害怕去过的生活，所以他并不想要这样子去做。所以为了他努力，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对夫妻，我们很年轻，未来我们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我不想要浑浑噩噩的过，那他也不想每一天这样子得过且过。所以当他开始呢很努力的分享爱多美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过去除了相爱之外，我们没有在事业上一起努力过，希望爱多美呢能成为呢我们夫妻共同的事业，也是成为我们夫妻呢一起去努力的一个目标和方向。这句话呢影响了我很多，放下一切准备呢跟他一起投入爱多美。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的父母，那我的父母呢我很感谢他们就是给了我很不错的童年时光。那在我自己独立了之后呢，妈妈跟我说的一句话是，爸爸妈妈能给你的生活直到18岁，18岁之后呢你就要努力的为自己的人生而努力去努力，那爸爸妈妈给你的也不算差，希望你未来给自己的能更好。所以就因为这句话呢，我希望我自己过得更好，那是因为让我的父母亲呢都可以放心了。那除了奉养父母之外，我身为一个别人的父母，那再来就是教育子女啦。现在这是我非常可爱的一对女儿，我的大女儿米娅跟小女儿菲娜。那教育子女也是我非常想做的这一件事情，想让他们呢去得到他们该去的学校，学得到他们想学的技能，上得到额外上的课程。我不想要我的孩子呢因为我的不够努力而去牵强跟比较不能去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对啊，这边有一位伙伴说不是富二代可以让孩子成为富二代，对，但是我们是爱二代，爱多美的第二代。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感受到了两次做妈妈的不一样。因为5年前呢，我生大女儿是还没经营爱多美嘛，所以那时候呢讲真的不知道怎么照顾身体，在财富上也不是那么的自由，我没有办法选择我任何想要的东西。可是呢第二个女儿真的当时候大女儿是因为有了家庭有了孩子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当时真的是没有在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心情下，当然孩子是很开心的到来，但是事业上却感觉自己有所失去了。可是呢在我的第二个女儿出世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爱多美的不一样，是我一样每一个星期二就是爱多美就是打钱到我的户口上，然后呢我的事业呢不跌反起，真的是起得很好的那一种。反正我去
生孩子跟坐月子的那一个月收入比之前更加的高，所以爱多美呢真的就是不管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很好很好的累积的事业。那也在我坐月子的时候呢，好几位的伙伴呢顺利的完成他们的目标，晋级成更高级别的大使，所以真的很为他们而骄傲。那这个复制倍增也是非常棒的。那这里想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分享，就是过去你为人生找到一份工作，但是你为你的未来找到一个备胎了吗？如果呢，你现在问问自己，愿不愿意呢？为了十年后的你做改变，你问自己，不用就是不用去问你的家人，你问自己，就是摸着自己的心问，你愿不愿意为了十年后的自己改变？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在旁边打上你愿意，我愿意这样子，但不是嫁给我，是我愿意为了十年后的自己改变。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旁边打上你愿意为了十年后的自己改变。如果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哦，是你非常不满意的，你更要打上这三个字。因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嫁给爱多美跟娶到爱多美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过去十年前你的生活跟现在，我相信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可是如果有了爱多美之后，你的生活绝对会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佐佐已经感受了五年的时间，我的人生完全的逆转了，不只是财富上的自由，也拥有了一般非常非常贴心跟很好的伙伴。而除了我的家人们之外呢，我还要为了我的伙伴而努力。那再来，以前呢，我每一次都说工作是辛苦的，因为呢，工作是为了生活。而现在哦，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我非常感谢爱多美，因为爱多美呢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那爱多美呢也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的这个要求就可以成功事业的。只要你愿意开嘴巴跟人家分享你喜欢的产品，你爱用的产品，真心的去做分享，跟人家讲这份事业，让他知道呢更多人的故事，成功的故事，那你一定也能在爱多美成功。所以呢，爱多美哦是不需要有任何才能的，但是呢，有才能的人呢一定要经营爱多美。因为呢，如果你把你的才能用在爱多美的话，你不只可以帮自己准备好备胎，还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在爱多美里面拥有成功，准备好他们人生的备胎。让我们一起在爱多美成功好不好？在爱多美拥有非凡自由的人生。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星光大师 Jocelin， 谢谢您精彩的分享。那除了成功之路外呢，我们今天也会提出三个问题哦。那这三个问题都是我们新加坡啊跟海外伙伴想问的。那第一道问题是，请分享经营爱多美事业最重要的心态和方法。我个人呢，就像我刚刚我成功之路里面有提到的，就是真的要拥有永不放弃的精神。因为永不放弃的精神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一定要坚定你的信念。然后这里也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学会编织梦想。其实过去哦，小时候哦，你问小朋友长大想做什么，他会给你非常非常多的梦想。可是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就忘记了自己的梦，对不对？当你初中选科选高中的时候，再也不是为了梦想而选科，是为了生计。想想看，以后毕业之后想要做什么而去选科，再也不是选你的梦想。可是来到爱多美，你不只可以编制自己的梦想，也可以编制伙伴们的梦想啦。然后很好的一个方法去推动自己的是，当你勇敢的编制梦想的时候，你的梦想够大哦，所有身边的问题都会变小了。这个是我一直秉持的这个心态和方式。好，谢谢星光大师。那第二个问题是，您觉得经营爱多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爱多美哦，让我感受到最大的挑战是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事业。那可能因为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经营爱多美，大概20几岁嘛，那可能处理人际关系来讲是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可是我有一个方式，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多去观察伙伴们跟你身边的人的优点。
去观察他们的优点是什么，然后发掘他们的优点，放大他们的优点，让他们的优点呢在这份事业里面发挥得更好。还有再来就是常常的是自审自己，自己审核自己跟反省自己。那不管做对做错呢，都勇于面对啦，因为毕竟呢，每个人都是从错误中学习的。那没有人会去责怪你，只要愿意改变，愿意去做得更好，相信大家都是可以去跨过这一个挑战的。好，就是要做一个好榜样给我们其他伙伴们看。好，那谢谢星光大师。那最后一道问题哦，那如何鼓励伙伴以及领袖们积极参与研讨会以及线上课程呢？如果是说这个的话呢，像之前呢，爱多美大多数是线下的研讨会嘛，像是我们的一日研讨会 ODS， 还有我们的成功学院Success Academy。 所以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邀约人出来的时候，像过去呢，很多人就讲啊，他不出门。可是现在我们是线上了，其实非常的方便，然后大家也是可以无所不在，哪里都可以去做分享的。其实，所以鼓励他们呢来参与成功学院啊，或者是像今天这样子的活动，甚至是一日研讨会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里是一个集合故事的地方。这里是一个让大家呢在这个环境的地方，像我先生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任何人任何事都需要环境来培养，而爱多美的成功系统呢就是一个成功的环境，只要你愿意待在这个环境里面啊，想不成功都难，所以一定要把大家呢带进来这个成功的环境里面，然后呢学会听故事说故事，你也可以成为故事中的主角。